今天第一个要看的是，一些合法和非法的网络引用行为。那这可能各位很多人都知道，那但是也可能有些人对其中有些概念是不太清楚说，哎，它是非法的，或者是不晓得为什么它是非法的。好，那第一个就是。你在网络上，我们如果用超连接的方式去连接别人的网站里面的某一页，这样有没有侵权？没有，对。喂，完全没有吗？用超连接的方式引用别人的网页，通常没有侵权。那再来第二个是，如果你用 iframe 或 frame 的方式去用别人的网页，各位觉得有没有侵权？HTML 大家应该都学过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用 iframe 或者是 frame 的方式去引用别人的网页，我这样有没有侵权？原则上这样是侵权的。如果对方的东西已经足以称为有著作权的网页的话，那什么叫足以称为有著作权的网页哦？基本上大部分的网页都是有著作权的。那但是某一些网页可能在法律上，它比较被视为不具著作权的，像讨论区啊，讨论区里面的讨论，往往不会被视为是著作，所以它你可以把它直接引用下来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就算你引用的是讨论区的讨论串，你要注意一点，不可以有盈利行为。否则的话，通常还是侵权的。OK，好，第三个是，如果你用 IMG SRC 的方式去引用别人的图片，这样算不算侵权？如果你用 IMG SRC 的方式去引用别人的图片，算的。那如果我用 AHREF 的方式连接到别人的图片，算不算侵权？OK，这里有差异，对不对？差异到底是什么？所以那用 iframe 的方式也是显示在你的网页上，对不对？它会把让别人的东西误以为是你网页的一部分。但是如果你是用 Hyperlink 的方式的话，不会有这个疑虑的，因为你必须要点了之后才会跑出另外一个视窗嘛。OK，但是如果你曾经用过 Frame 而不是 iframe，我现在指的是 Frame。如果你曾经用过 Frame，你就会知道说，OK，我即使在网站里面用某种。Hyperlink，但是它 link 完的结果呢，会显示在我的 frame 里面。了解这个状况吗？我如果在我的视窗里面，比如说我切一块这样一个 frame，然后这样一个 frame，这边又一个 frame，但是呢，我在这里我没有侵权，因为我的首页是我自己的。但是当我的首页里面有超连接。我一点进去，它只更新了这一块，那其他块没有更新嘛？所以它感觉还是在我的网站里面，但是它画面已经转到别人的网址上，这时候有没有侵权？这样没有侵权吗？你认为没有侵权？OK，其他同学呢？
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因为首页还是我的，但是我首页里面，比如说我有连接到另外一个文章，那个文章呢，是别人的，但是因为我是用 iframe 的方，我是用 frame 的方式去设计这一个网页，那结果导致说，他从这个超连接连过去之后呢，就到了那个网页里面。那整个网页是我的网站，里面的内容却是别人的。对，对，在你首页里面点的那个连接就会进去了。啊，那你觉得这样有没有侵权？你觉得这样没有侵权？其他同学呢？觉得这样有没有侵权？这一个 case 很怪。哦，看作者有没有被侵权？哎，啊，看作者有没有被侵权，对不对？就有没有觉得被侵权？如果他觉得被侵权呢 ？OK。这有好几个层次的问题哦。好，第一个，什么叫做侵权？举个例子哦，我到底什么法律上什么叫侵权行为是很奇特的啊。那什么叫做侵权？如果今天呢，其实你做任何事情。你不管怎么样引用著作，就算你用超连结的方式去引用对方的著作，那这样应该没有侵权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他把你告上法院，你要不要上法庭？要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要，只是最后通常根据法律的基本的概念，法官应该会判你无罪，对吧？但是问题是，刚刚的这个 case 是以 frame 的方式，首页还是我的，但是超连结的方式是引用到别人的。结果他一点进去之后呢，哎，整个首页看起来是我的，但是内容已经变成别人的。那这样算不算侵权？那刘元成说不觉得有侵权啊。那朱怡觉得说还要看他有没有告我，对，他有没有告我，决定我有没有侵权。但是如果你即使用超连结的方式没有放在 frame 里面，你引用它，它还是可以告你，只是最后法官会判你可能没有侵权。那他告不告你这件事情是导致你要不要上法院，但是不代表说你会被判有罪。那所以如果使用 frame 的方式，然后连结，然后接下来有没有侵权？我觉得这里其实是有不一定的地方存在，有可能侵权，有可能不侵权，这个要上法院才知道。那什么样子可能侵权呢？以我直觉上面来判断，如果是法官的话，我直觉上面来判断什么样子的状况，我会认为他侵权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，我就是这样子，一个 frame 对不对？那这里也是 frame， 接下来内容呢，通通都是别的某个网站的超连结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通通都是放某个网站的超连结，那我这个做法很可能会侵权，为什么？因为譬如说，我建了一个网站。然后呢，我把那个雅虎奇摩的所有拍卖，用程式的方式去把它所有拍卖的网址全部都连接到我的网页里面来，那我就复制了一个类似雅虎奇摩的拍卖检索功能。那检索功能本身已经具有法律地位了嘛，不侵权嘛。但是问题是我把它列出来，那让我的网站呢，几乎就是变成对方网站的复制品，那这样就有问题了，对吧？啊，
Frame 做不到这一点。他只有把整个业绩做得来做得来，因为你会跟你的主业排版完全隔隔不。他不在乎排版格格不入啊，他不在乎美感的问题啊。对啊，你还是连到了他那里。Frame 不能做到无接缝吗 ？Frame 怎么样子不能做到无接缝？可是它可以隐藏框啊。啊。会在对啊，可是你看不到啊。是吗 ？Frame 本身也可以让它没有框。这个你晓得吗？通常我们做 frame， 我也不会让它框出现。不会 ，frame 可以没有框啊。只是它这里通常你可以选择让它要动或不要动，可以拉或不可以拉。但是那个框可以隐藏掉。只是这一区是固定的，这一区也是固定的。那我这一区呢，是内容 ，frame 可以这样做，所以并不会因为它是 frame 或 iframe， 其实 frame 或 iframe 它在侵权不侵权上面，其实好像是差不多的，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有没有侵权这个就很难判断了。就是你纯粹用网址，但是问题是你又搭配了 iframe。法官收谁的钱比较多就判OK， 这很难讲，这很难讲，所以这个要 case by case。 那用 image src 的方式呢，原则上通常都是侵权，对 OK。 那但是呢这你说你有 po 上连结，但是你又用了 image src， 对不对 ？OK， 啊，啊，然后还是不买。对，我了解。我会怎么判？要看法官怎么判啦。但是这个到了法庭上面就要抗辩了啊。那你所可以主张你合法的一条方式就是。使用著作权里面的合理使用原则。合理使用原则是什么？待会我们来看一下，我直接给各位看一下著作权里面的合理使用原则。来，著作权法。好，著作权法啊，这边我点进去，我已经进去了。我们的著作权法现在修正日期是1999年2月。那合理使用了，好，这里第65条，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构成著作财产权之侵害。怎么样要合理使用？对，著作之利用是否合于第44条至第63条规定或其他合理使用，所以第44条到第63条就是在规范合理使用这件事情。好，那应斟酌一切情况。问题是，光是这几条根本就无法涵盖所谓的合理使用范围。对，合理使用其实在著作权法里面已经变成一个超灰色地带。那到底什么样叫合理使用？已经变得很复杂了，那法律上面也没有一定的标准。OK， 有某些明显的 case， 大家都会这样判；某些明显的 case， 大家都会那样判。但是问题是，中间有很多 case 是大家到底要怎么判也不太清楚的。就是用先例判。会用先例，但是没有先例的。如果没有先例，那就是开先例。即使有先例。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也不是一定都照先例的，因为我们对对，那美国英美法系的会比较照先例判，嘿嘿 ，OK， 所以你要看一下什么叫合理使用。它这边有一个注意下列事项：利用之目的与性质是不是商业或非盈利？
OK。好，那第二个著作的性质，如果著作的性质是比较属于就是公开性要给人家用的，那你要看。那另外，利用之质量占整个著作的比例，就是说我只用了一部分，我才用了一个图示，你可以主张我才用了一个图示，而且我有标示它的连结，这样应该算合理使用吧？你可以这样主张。啊，对，你可以这样子主张。对，万一他 告你上法院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主张。但对方也可以主张说你是用迁入的方式，对不对？那使用这明显的就侵害了著作权，他可以这样主张。不管你有没有引用他的超连接，这个法官也有他的理性啦，他不是完全看心情在判断的。他也是人，对，他有心情，但是问题是他在他的职务上他必须要考虑某些事情，不然他会被视为是恐龙法官的。好 ,OK, 再来，利用结果对著作潜在市场与现在价值之影响，那这些会用来判断是不是合理使用。那你可以看到从44条到63条，这个著作权法我们待会会仔细看，著作财产权之限制这个44条，这边是不是合理使用，这边有规范。那专为司法程序